闭眼。好。豹女来了。哎呦，早就听闻前辈的降龙十八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啊，真无耻！你若不是知道我师父受重伤，岂敢在他面前放肆？是啊，要不是知道前辈受了重伤，功力尽失，我恐怕还没有机会呢。蓉儿，杀了他，这孤岛上就剩你我二人，岂不是美哉？我想通了，现下你我皆困在岛上，再斗下去也无益。你要我跟了你也行，不过你不可以伤害我师父。蓉儿，好，蓉儿，你早该想通了。我一弱女子，照顾起师父来也是有心无力，以后还得多让你帮忙才行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只不过以后怎么一起生活，还得事先说明好。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只想找个郎君图个依靠，你这话的意思就是让我来试试费心，那我和你生活还有什么意思？蓉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和你一起生活，然后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蓉儿，你听我说呀。蓉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蓉儿，我的意思是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好好照顾七公，你和七公只管享受天伦之乐，你听我的行不行？蓉儿，好不好？那你可敢发誓？好啊，我欧阳克从今以后一心只对蓉儿，再无其他女人，对待七公就像对待我的叔叔一般，如若为事就叫我粉身碎骨，如何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你闭上眼睛。闭眼。好。三人离岛之后，那艘船就沉了，我大哥不知去向。我和师父被欧阳锋救下，欧阳锋叔侄为了九天真经谋害我跟师父，师父被欧阳锋暗算，我与他在交手时船炸了，我和他一同落水，结果又碰到了海底的潜流，将我们两个带到了数十里之外的海域，幸好在海域上漂流着半截断桅，我们两个拼命抓住那半截断桅才活了下来。你是说欧阳锋和你在一起？啊。叔叔，可儿。你把我杀了吧，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可儿，可儿别怕，叔叔再想想办法。
蓉儿，我们去帮他们吧。靖哥哥，恶人自有天收，走，咱们先去见师傅。啊，对，师傅，师傅怎么样了？科尔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也别想活。老毒，你侄儿的死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要想活命，就必须帮我救科尔。静儿，抗龙有悔。蓉儿，斗犬识怒。住手！你武功尽失，还在这装模作样。快放开我师父！你们帮我救克尔，我就饶了他的命。是老天爷扔下石头砸向你侄儿的，你也看见了，谁能救得了？你若是再作孽的话，老天爷不会放过你。那就让他一起去陪葬。哎，我们助你去救人，但你得答应我三件事。说。第一，我们救了你侄儿之后，你切不可再伤害我们师徒三人。好，在这个岛上我不杀你们三人。第二，你不可再向我爹爹提亲。好，下一件。那么大的石头你也看见了，我们尽力助你可以，但若是老天爷执意要你侄儿的性命，你也切不可再节外生枝。这件事我自有定夺，你们若耽误救克尔，你们三个也别想活。师父，师父，